我又来了，嘿嘿，今天还是100的标准了，换个菜试一下。那我今天给你换两个新菜好不好？好，行行行，新菜啊。后面的红烧牛排。哎，给你，然后只有一个黄焖肉炒饼，是我们家台菜菜。黄焖肉炒饼，小份的吧，好不好？对，小份的。哎，小菜好不好？嗯。然后只有一个白花菜，一个炕子肉，都做小份的。喝酒随便喝。哎，可以吗？给我喝吗？可以。哎，也太好了，老板娘。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女。快是吧？哎，对。嗯，20块一份。哎，实惠。哎，20块。要老板娘说随便给我喝，免费的，蛮好的是吧？小河鱼、炸鱼加虾子啊。哎，喂鱼是我们家噻。然后我们这里到下班里那个春卷、包子。啊，寿云满还有什么特色？师傅包的包子，你呢？啊。俺们七，俺们的娃儿。啊，好好好。我今天这几个菜都不要放辣椒，不要放辣，不要太咸了，因为我吃不，我两个狗子要吃啊。啊。你看这个稍微有点辣的啊。好了，行，不要给辣了。辣了狗子吃不了，我待会就给他吃。你带了这个霉豆腐，你两瓶饮料，这个老板娘给我倒的这个饮料啊，8+1啊，免费的啊。焖肉炕饼子，这么大一盘，搞小份的25。这块肉啊，很大一块肉。嗯，很香。大块肉啊，这是我们那个锅盔啊，买了锅盔做的，嘎嘣脆，看看。嗯，要红烧鱼块，20块一份。这个鱼块，还撒了芝麻。老板娘很贴心的，主动跟我说你一个人炒小份，我给你做小份的，大份你吃不完，不要浪费。这老板娘特别好，兄弟们，你看这么大一盘20块，啊，看这个芝麻。它好像腌过的，特别入味。哎，你看这个芝麻，看到没有，香喷喷的。嗯，这一块可以。上那个丝瓜汤啊，丝瓜汤一个鱼块，这个饼，饮料，免费。哎，吃了个米饭。兄弟们，吃上3个菜了，本来高低要吃4个菜的，不要浪费是吧？我们能吃就好。谢谢 ，OK。嗯，喝一个汤，这个丝瓜汤。肉在四里。嗯。肉在四里，孵鸡子，孵鸡蛋。啊。好鲜呐！好鲜呐！我的粉丝都说你们家的菜可以啊。是啊。我的粉丝都说你们家的菜可以。对。我说老板娘也很好。都满在外面呢，回来吃你家的菜是不是啊？对的。以前我那时候在这房子，这不少是嘛，好几块钱回来了，不晓得是哪几天去的。但是我现在每次早餐的。好么子早餐是吧？对。这个丝瓜汤，丝瓜很绿，很脆，很鲜绿翠绿的，你看没有？太香了。这鱼块也是家乡的味道啊。再来口丝瓜汤，又把鞋子咬了。对，你不刚把我妹的鞋咬了，把我妈的鞋子也叼出来了。哎，这还能穿吗？你们这两个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丝瓜汤。一块，里面是肉啊，都给他们打包回来了。先一碗饭，不要急，我给你丝瓜汤，鱼块跟肉和饼，慢点，慢点。